红红的，对，红红那个豆腐茶的。越南爆米花，越南爆米花，就是火车已经要来了。对呀、啊，他就是用了就拉上来。OK， 我们也是刚刚走的那个下来的这个，嗯。而且就是在这里呢，也是人家也是经常的，养的嘛，就是养珍珠，我们越南这边养珍珠很多的，嗯，去过了沙龙湾就知道了，在外面的人家都完全都是那个养那个是珍珠，嗯，在这里也是哈、哦，啊，沙龙湾都是。越南的北越是有沙龙湾天然遗产之一，嗯，中越呢就是有那个广平省那个凤崖洞，还有我们的仙岗崖庄，嗯，对，南越就是有胡志明，叫胡志明只是一个是大的城市，大的城市，那就是叫做西贡或者讲的是胡志明也是，因为那就是我们的那个
战争以前，就是战争的时候呢，也是有那个是叫什么，就是内战，第一次战争就是1940年，就是法国人，就正好是82年，82年的时间。那时候呢，就是有那个有苏联、有中国来帮助越南，而且呢，就是越南所有那个什么枪啊、子弹这些的嘛，都是不是用钱来买，而用那个宝石，用宝石来换。但是越南呢，有这个是宝石矿，就还在那个北越安佩省。在那个安佩省，还有呢，在那个是义安省，那里有那个是宝石矿，完全都是用那个宝石来换成这样，换成的，